大家好，我叫杨德清，我也是小生意的业主。我曾经担任中国人活动中心的执行长，现在是中心的董事。我们最近呢，成立了一个亚裔选举联盟。这个组织的主要的宗旨呢，我们是推动华人选举。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科普讲座，来让大家了解选举需要注意什么。另外还有各个职位这些主要的候选人的简单的介绍，还有美国的政体啊，这些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，我们会来普及这种常识。今天呢，我们举办了一场讲座，大家讨论非常的激烈，就感觉这个非常有需要，所以希望呢大家呢今后广泛的关注我们的活动，积极的参加我们的活动。我们的这些华人的选票呢非常重要，我们选票多了，我们的地位才能够得到提升。